CD 一直在问说谁是广告天后的时候，我就会说是你啊，因为我算过你大概五支，我十支，而且你很喜欢说好像林志玲六支，你什么时候才要放过林志玲？所以他每次广告出现在画面上的时候，你会在那边想说怎么又多一支这类的吗？心里会想说，哎，又找他，他又不缺钱。对啊，社交名媛为什么要来跟你们竞争？对啊，你们干嘛竞争我们的地盘呢？因为那个冰箱广告应该是我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也蛮适合你的。对啊，对，可是他卖得很好啊。找你代言之后卖得很好吗？我的牛仔裤是销售第一名啊。牛仔裤单价比那个要便宜一点吧。可是就是不同领域，因为像他就接不到牛仔裤的啊。牛仔裤你没接过吗？你何必激怒他？万一他现在去竞争牛仔裤，你不是又碰到一个敌人？我跟你讲，在 party 比较容易被大家注目的，就是多少要露一些腿或者是锁骨之类的。像孙芸芸这样。对，小乖这个打扮就是很容易登上大版面。那他呢？然后他就会比较小格说孙芸芸的小姑廖小乔是一根香蕉是吧？可是姑嫂关系很多人认为是紧张的，你们关系不紧张？不会，因为我们13岁就认识了，所以是先变朋友，然后他才成为你的嫂嫂。对，先变朋友，然后他在追我哥。是你追他吗？不是，是他牵我的手，结果我就爱上他了。哦，等于说你人生就他哎，不然嘞，你10年前已经问过我。黄淑慈，你很认同他对男生的品味吗？我是他教出来的。你看起来口味还蛮大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很瘦，刚那个异国就。可是他是个60岁的男人呢。对，我们看到那个艳遇有点歪掉哎，就是我们以为是一个帅哥，就是个60岁有孩子的人。那帅哥是那是拿来当好笑的事情谈谈。对，所以60岁那个人他的长相就是60岁的样子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是就白头发，但是还是还蛮有那种欧洲人的味道。哦，有发展下去吗？没有没有没有发展下去，只是因为比如说像因为他请我到他家吃饭这样子。就是街头相遇，下午，街头相遇就请你去他家吃饭。哦，我旁边还有姐姐啦，就是一起，因为他是在岛，对，我们就去看。你就去？对对对。你们姐妹去，饿吗？还是怎么？没有没有，就看一看风景这样。然后就他的儿子很小，才5、6岁，然后他就一直偷跟他爸爸讲说，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就后来他爸就跟我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这样跟我讲？就他说，哦，因为他以为你是国外寄来那种。Mail order 的 brides 邮购新娘，你被人家误认为是邮购新娘。因为我想他可能他爸爸可能有带过一些，所以你在去他家之前就知道会有一个小孩出现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所以看到儿子跑出来，应该觉得很解嗨吧？啊，觉得对啊，还蛮好笑的。所以被认为邮购新娘有惹火你吗？没有，因为是5岁的小朋友讲的话，所以就算了。对啊，小孩讲的话是最真实的。我比较会喝醉俩公。OK。所以你喝醉是哪一瓶？你喝醉是哪一种路线？我会从吧台上跌下来啊，还是飙粗口啊，耍流氓啊？我还被车子碾过，我脚。然后那个人是恶意要追撞你哦。我下车，然后因为我很慢，因为我喝醉，我动作很慢，然后他车子就要走，所以我整个脚是被卡在车轮底下，而且是 Range Rover 大台的。哇哦！我想最失态应该会是黄淑慈吧，他连陌生人的家都可以去。可是你们四个人应该都会在出国的时候有艳遇吧？黄淑慈很多。黄淑慈，你说邮购新娘吗？所以你是很对老外的胃，是不是？嗯，可能刚好。那那个在土耳其坐在中型机车后面的那谁？你是？就是他。你旅行经验好多。所以通常女人最容易犯的化妆的错误是什么？不画内眼线吧。哦，眼白露出来。对，眼白露出来。不画内眼线。就是那个眼皮会这样翻起来。然后你就会看到里面那个肉，啊哈，就是很不礼貌。不就是说，就比如说你看一个女明星的照片，然后大特显，可是里面那个却是这样翻的，你就想说，演艺圈这种错误多吗？我上次才看到一个很，林志玲没有看过一次。四个人素颜最没有差别的是谁？其实我们前两天碰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素颜。对，你是完全没画吗？嗯，我只有画这边一点粉粉跟护那个亮亮的那个口红。你就有画啊？
可是这里一点点跟一点小腮红，就是唇蜜。你是全素颜吗？我也只有画这边一点点。可是没有画粉底，也没有画什么都没有，眼睛都没有啊。对啊，我就只是盖个青春痘，跟补个那个黑眼圈，跟画一点小腮红，看唇油。哦，我没有补青春痘。你没有？没有补青春痘啊？其实我也没有，是大 S 有。有记者来，然后就说啊，我找廖小乔，然后我就会出来，然后他就会看着我，他说廖小姐在忙吗？我说。我就是廖小乔，他说我以为你是他的秘书，或者他完全不会觉得是我。你到底当时的打扮是怎样？就素颜啊。然后他就觉得年纪……那你干嘛不给个对方台阶下，就说哦，那我进去通知一下廖小姐，然后再进去化好妆再出来。太变态了吧！他们四位的包包你比较有兴趣看，你先挑一个颜色吧。应该最精彩的压后吧？好，先看黄树慈的好了。应该就是很多老翁的照片。是有开养老院的打算吗？啊，这就是他们的新的那个。所以这是你们的袋子。对。所以连袋子的那个品质都有。嗯，但这可以放回去。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是什么？喂，内衣。里面是内衣吗？你塞了内衣。没有，我刚刚是要不确定要。你真的很豪迈，难怪老公会爱你。你特别之处在哪里？哦，这很多，它是很有造型，它是很多线条的那样子。哦，对，它这边这个。对。因为它这个照理说不会出现啊，这个怎么穿？没有，它是。你这样不是很为难老公吗？他们已经看不清楚了，然后还要拆开，解不开。是很多国外女明星有穿过，这个外搭露出来 OK 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穿 T 恤或穿衣服。所以这是你代理还是你设计？我代理。所以你会鼓励大家姐妹套都要穿吗？对啊，我都有送给他们一人一套。所以你老公有喜欢这么复杂的结构式设计？所以每个人的是不一样。黄树慈今天自己身上穿的就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你说有开洞的是哪里开洞？就是上面这个上面都开洞。有盖子。就是说你可以掀开来，对，然后那就是哺乳衣啊，就是漂亮的蕾丝，对，或者是没有开，就是没有掀开，直接老公有时候打不开啊，所以他就这样子。对，老公就看哪里有贴？这是什么？双面胶。双面胶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怕会不小心。对，你们都有准备这个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他包包里有这个吗？不知道。哈？所以这是用来粘什么？老翁的手指。我说打开这个会看到什么惊讶的东西吗？不会。哎，有那个什么很丑的那种证件照。太可爱了。怎么看？连这个也都打不开，我们俩好蠢，我们俩在那扭这个就，对啊，贱年乱设计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，真的没有什么，哪丑啊？这是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回家在整理东西，然后就刚好看到，然后我就把它收起来，因为我怕会不见，因为我东西常会乱丢。对，请问你有小照片吗？我有啊，这样够不够小？